把这个保险绳干脆去了。他在高空作业，要完全自主的，像在超市里工作的一个扫地车那样，要把这个窗台窗框要洗干净，还要能够越障，还要能够抗风，他要靠自己的这个螺旋桨来控制姿态，控制对墙面施加的这个力。半年之内实现这个机器的小批量的量产，然后进行市场推广。